行动党绝对不是一个只是照顾自己的政党，所以我们打的广告，我们不单只放西蒙的标志，我们也放国政的标志，因为今天我们是团结政府的阵线，所以我们所有的广告呢都会放两个标志，国政跟西蒙，所以我们是以团结政府的精神，我们不单只是要西蒙赢，我们也希望国政候选人赢，所以深州的目标是希望全省的36州州议席每一个议席都能够获得胜利，这个是历史性的行动党为国政打广告。汉斗的选区是古统的署理主席董曼竞选，没有西蒙的候选人，只有国政代表团结政府，所以国政对垒国盟，在这样的情况我们肯定支持动漫，所以我也只是我们的当地的这个支部开行动室总动员支持动漫，所以在安斗的这个党员我们也没有调动他们去其他的地方，他们也留守在安斗，把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票投给动漫，我们要确保支持我们的选民也能够支持国政的候选人，给我们的支持者的这个讯息是很清晰很清楚的，有西蒙投西蒙，没有西蒙投国政，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讯息，所以我们希望在这六州的选民一定要踊跃出来投票，我也在这里呼吁外地工作的游子们回来深州投下他们的重要的一票。